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Rust 速成，然后这是Web 工程师版，然后我叫舒心啊，大家也可以叫我 Andy， 然后这个是螃蟹，是 Rust 的。OK。好，一点自我介绍，名字说了，我上一家公司是叫 Matters， 是一个香港的做区块链加内容的一个平台。总而言之，就是你可以在上面发文，然后里面有一个代币，可以用它去打赏。然后我在那边是做手机工程师，基本上从前端写到后端，从后端写到前端这样，所以对整个 Web Stack 比较熟悉。然后我现在是在自己创业，然后我们在做一个这个函数式的计算平台，然后有一个immutable 的数据库，然后也有一个计算架构，就是有点像如果大家写前端比较熟悉，有个叫 Redux。它的思路是把 Redux 搬到后端去，对，然后下面我的邮箱。好，第一个讲一下 Rust 这个语言，想问一下之前大家写过 Rust 的朋友有多少？好，没有，太好了，所以说错你们不会知道的。好，就是 Rust 是干什么的？是大概是2006年的时候，是由一位叫 Brendan Howard 的朋友搞的一个，一开始是个兴趣项目。然后他想填补的是一个当时这种系统级编程语言中没有的一个空白。然后我记得从2010年开始支持它，然后这个语言非常新，2015年的时候才出1.0版本，然后现在呢是由这个社区来运行，然后是完全开源的。然后 Rust 究竟想怎么样，对吧？那首先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两点，第一是快，第二是安全。那么什么叫做快？快就是像 C++ 一样快。那么，所以在这也体现在它很多实现出来的这个选择上面，比如说它没有 garbage collection， 然后它是直接编译到机器码的，然后它对这种并行的运算有很强的支持。因为大家如果写 web， 可能比如说你写 JavaScript、写 Ruby、写 Python 这些语言，像 Ruby 跟 Python 它有 GIL。那就是其实你的并行的代码，如果你一个 CPU 有很多个 core， 其实是用不好的。然后 JavaScript 更是干脆就说我们就是 single threaded 的，你们不要想了。那但是我们现在遇到的困境是什么呢？就是现在的 CPU 的主频上不去了。比如说10年前最快的 Intel 的CPU 是大概 3GHz， 现在大家电脑里的 CPU 还是 3GHz， 对吧？甚至可能还没有。那当然就是在 pipeline 什么的，在这个处理上面有更加优胜，但是实际上就是单核的性能上不去了，对吧？那怎么办呢，对吧？那我们还是想写更加复杂的东西，对吧？那我们就需要一个快的。第二是安全，其实刚刚说到这些写一个快的软件 C 也可以做到，对吧？然后就其实总有人说，就过来说，哎，就是你为什么要一个新的，你用写 C 不就好了，写 C 写出问题那是你不行嘛，对不对？这个其实是很痛苦的。那不是每个人都是就是一出生就开始学 C， 就是然后每个人都有20年经验，就知道所有这些问题所在嘛，对吧？那么 Rust 能够给到我们的东西就是你可以不是高手，对吧？那个 compiler 来帮你变成高手，对吧？你不是这个对这种各种内存的这种 layout 非常熟悉，但仍然能够写出快而且不会 segment fault 的程序。好，那讲一下这个 Rust 的谱系。那么这个下面这边是我们叫 procedure 的，上面是这个 functional 的。那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是中间这一块，就是实际上是某种所谓我们叫 object oriented， 那实际上是。也是从这个 Algo 这个 Structure Programming 这个系统走出来，然后混合了一点 Functional 的东西。那比如说最典型的是 JavaScript， 大家知道 JavaScript 的创始人 Brendan Eich， 他当初其实不是想写 JavaScript 的，他是想写 Scheme， 然后 Scheme 是 Lisp 的一个方面，就他其实是完全想写一个 Functional 的一个 Interpreter 放到 Browser 里面去。然后但是当时就是领导跟他说，不行，对吧？就是你要写 Java。好，没办法，反正就是要写 Java。但是我们在 JavaScript 里面其实还是看得有很多 function 的东西。那包括 Ruby， 包括 Python， 其实都是Python 可能就没有那么 function， 但是 Ruby 其实里面也有很多 function 的。所以就是 Rust 其实也是很相似的一个路径，其实也是有，是某一种程度上是 C 混合这种 functional， 包括尤其是 ML 体系的很多特征之中混合。
在很多方面是相似，在源流上面，在这个谱系家族上面其实很相似的。好，然后 Rust 为什么就是啊？那我为什么想知道？它是Stack Overflow 有一个 survey 每年都有，然后它已经连续四年是这个就是大家最就是投出来最喜爱的。那当然这不是说所有人的最喜爱，只是用过 Rust 的人说最喜爱。那实际上用过 Rust 的人呢，就是比较少的。但总而言之呢，我们可以知道的就是，反正真的去用了 Rust 的人都蛮幸运的。那这个是2019年，是第一名。2018年啊，还是看不太到这个情况。然后2017年还是第一，2016年还是第一。那我们知道 Rust 是2015年才1.0版本，所以就是它出了，自从它1.0了之后，那么在 Stack Overflow 的 Survey 上面 ，Rust 就永远是排第一。好，那么说了这么多 ，Rust 究竟有人用吗？就是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个东西？Rust 项目还是有一些的，比如说 Facebook 的 Libra， 大家听过吗？是这个他最近推的一个区块链的产品，然后应该是2020年左右才会真的上线，现在已经有一些代码走出来，那基本上全部都是用 Rust 写的，然后他就纠集了这么20多个什么 Visa、Master、NGO， 然后。各个技术企业，然后大家一起来搞这样一个，然后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平台，因为它跟货币有关，跟交易有关，它对安全性的这个在乎是非常重的。那它最后仍然选择了 Rust 来作为它的实践语言。然后甚至呢，就是那个这个跑到美国国会上去，就是有一个哥们，就是因为这个就Facebook 就搞这个 Libra 就搞出轩然大波嘛，然后就是有那个国会议员。不知道为什么还很懂技术，然后就专门去那个 GitHub 上看，然后就问说，哎，为什么你们选 Rust？ 然后更极端的还问，为什么你们用的是 Nightly 的版本？然后为什么你们没有用那个 Stable 的版本？然后当时 Facebook 那边说，我回头才告诉你。然后我们猜测是因为他可能是用了 Async Await， 就是Rust 比较新的一个功能。那总而言之就是其实Rust 最近就是曝光度还是蛮高的。然后有另外一个项目是 Dano， 大家有用过 Node？那这个 Node 的创始人后来就是在2018年，就去年的时候就说啊，我觉得这个 Node 好多问题啊，就是我们重新来吧。然后他就决定就是搞一个东西叫 Dano， 就是 Node 反过来。那他想做的东西呢是就是一个 TypeScript 的 runtime， 就是你不用编译了，就是你直接把 TypeScript 扔进去，它也可以给你跑。然后他还是跑的是 V8， 然后他就用 Rust 把这些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拼起来，然后他强调的东西就是他认为 Node 因为当初设计的时候不够小心，然后留下了很多安全隐患，所以这一次就是要做一个安全这样的一个运行环境，然后也是用 Rust。然后有一个 framework， 一个 web 的 framework 叫 Ajax， 然后 Ajax 为什么要讲它呢？因为它很快，就是在这个叫 web frame benchmarks type power 里面。有一个 bench 叫 Fortran， 大家可以去找，对吧？然后就头两个的可能看不太清楚，头两个其实都是 A， 是 Rust。然后你说啊，就是你这个 benchmark 就是怎么选出来的？是 Google Web Framework Performance， 然后去找了它第一个选出来的，所以就不是我乱找，就是它确实是蛮快的一个 Web Framework。好，然后当然还有TagV 就是下一场就是。不班的弄平，总而言之是一个分布式的一个 KV 数据。然后还有 Fuchsia， 就是 Google，Fuchsia 是 Google 最新的一个OS， 对，然后也是就是可能它的角色跟 Android 比较相似，然后当然它主要是 C++ 写的，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第二大语言其实 Rust， 就是它其实里面也放了不少 Rust 的东西，然后就是。Google 在写他们的 OS 的时候考虑的问题。好，然后下面我来讲一下这个 Rust 的这个语法一点点，就大家可能已经会了，就说啊，这新语言是不是的，对吧？比如说左边是 Rust， 右边是 JavaScript， 对吧？那这个 let 也是 let， 然后区别是什么呢？区别是 Rust 是 immutable， 是 default， 所以呢，你当你说 let 的时候呢，实际上相当于 JavaScript 的 const， 就是你。let 之后呢就不能变，那你说我想变怎么办？可以的，就要前面再写一个 mute， 对吧？
Let 就是 Rust Let Mute 呢，就是 JavaScript Let， 这些是这样子的，是这样。然后呢，定义一个函数，怎么定义啊？就是这个判断它是不是一个偶数啊？就是上面就是 Rust 的版本，那下面呢是这个 Python 上了 Pypin 之后的版本。那我之前讲过，就是因为 Rust 它很强调这个安全性，所以它是我们在静态类型。所以你生命一个函数的时候，你必须讲你这个函数进去的参数是什么类型，你出来是什么类型，这个是没有办法。但是呢，就是如果你写 Python 的话，那其实你用 Python 3.5 之后的 Pypin， 那几乎语法是一样的，就是很像这样。Rust 在这个语法上面其实创新不多，就是大家如果看到 Rust 的源代码的话，其实不会觉得太奇怪。好。那又比如说，哎，我想有一个 array， 然后我想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那其实这上面是 Rust， 下面是 Ruby， 那其实也是差不多，连那个Ruby 叫做 block， 然后 Rust 叫做 closure 的这个语法其实也是很相似的，画两个竖线，然后一个拿出来。好，然后很多时候呢，我们想要做的也不只是就是单个简单的一个数字，有可能是我们想要把一些东西拼起来，对吧？那其实呢，这个如果你们有写过 TypeScript 的话，其实这个语法也是很相似的，对吧？上面这个就是 Rust 的语法，就是说，哎，我定义一个 struct， 这个其实是 C 里边的这个代名词，对吧？我们叫 struct 就说啊，活着没有，然后名气多大，对吧？那下面呢就是 TypeScript， 那当然 TypeScript 因为它是建立在这个 JavaScript 上，所以它的那个类型系统就是相对粗一点，所以 JavaScript 里面只有一种数字，就是 number。那 number 其实就是float 64，就是64 bit 的 IE74 的编码成的一个数字。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用的不是这样的。那在 Rust 里面可以叫 U16， 什么叫 U16 呢 ？U 就是 unsigned， 就是它是从零开始数的，0、1、2、3、4、5，不会是负数，因为人的年龄不可能是负数。然后16就是16 bit。那因为就是为什么要这么操作，很多时候也是性能，因为同样一个人他不可能年纪非常大，对不对？那实际上很多时候少一些 bit 就好了，那一个人不可能十亿岁，你用64 bit 的 flow 去处理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好，然后假设我们要在 Rust 里面就是创造一个这个有类型的东西，那么上面是 Rust， 下面是 JavaScript。那在 Rust 里面其实跟 JavaScript 几乎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是什么呢？唯一的区别是你要说你那个东西的类型，因为像在 JavaScript 跟 TypeScript 里面，他们就是有所谓的 type， 就是它只要比如说我这个东西我不管它是什么类型，名字叫什么类型，只要它有 alive， 只要它有 age， 我就承认它是我想要的东西。那在 Rust 里面你是需要就是说明这个名字，因为就算两个东西它的结构完全一样，它也完全有可能里面它的用途是不一样，是不能混的，所以就是你要就唯一的区别就是你要说我这个东西是个什么东西，是个 human， 其他东西是一样的。好，那么这个下面我们就进入这个现场演示环节，让大家看一下 Rust 到底是怎么样。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一个 counter， 它就是那种计数器，就是你摁一下它就加一，摁一下加，刚出始以前我上次在香港的时候，我不是写 counter， 我是写这个比特币，然后就出事儿了。所以这次吸取教训，我就用一个 counter 就算了。好，我们会用一个framework 叫做 U。这个 U 就是大家知道，就 Rust， 你说它能够写后端的程序，这很正常，对不对 ？U 能让 Rust 写前端的程序。什么叫前端？就是直接跑在 Chrome 里面，直接跑在 IE 里面。那它的做法就是把 Rust 通过 compile 成 WebAssembly， 然后就扔到 browser 里面去。所以我们下面写的东西其实完全在 browser 里面，是没有后台的，没有字符集的。好，来了。好，这是这个，哎，大家看到吗？就是这个是，这个就是一个 Rust 项目的一个基本结构。然后我已经事先装好了这个叫做 U 啊，其实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其实就是Node.js 的这个 package.json。然后上面这个呢，其实就是 package-log.json， 然后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主要的这个函数。首先，我们来先写一个 hello world， 好不好？好，我们就说啊 ，println line 就是 console.log puts
学会 Rust 了。可以走了。好，然后下面我们这个 U 它的思路呢，其实跟 React 是非常像，所以它是就是把 State 变成 View 的一个映射关系。所以呢，我们首先定义一个 State， 那我们定义是个 Count， 是一个 Count， 然后用这个 I 就是 Integer， 是32 bit 的 Integer。然后下一步我们有了 state 之后是干嘛呢？我们在 React 里面会干嘛？我们会定义一个 component， 对吧？那这时候我们就要从 U 里面借一个它的 component 过来。好，然后我们就要用 import， 这个东西叫 trait， 东西讲起来比较麻烦，大家就打它当成这种像 class interface 一样的东西就好。好， import component for state。的意思就是把 state 变成一个 component， 让它可以当成 component 一样用。那啊，现在 compiler 就说，哎，你有东西没做，你这个还不是一个完整的 component。那它又提醒说，啊， message properties create 跟 update 没有。那究竟是要怎么样呢？你就去它的定义，你去把它抄过来。不，它没有实现，我要去实现的这个东西。好，首先是 message 其实就是 Redux 里的 action。那我们就定义一个 enumeration action。啊，现在是空的。property， 那这个是它是 root 的 property， root 的那个 component， 所以它是没有 property。 好， create， 你看啊，这个有一个类型不见了的 component link， 没事，这个是很聪明的啊，自动 import 就不用搞了。好，那去实现一下它。那 create 是干什么呢？你看它的类型，它其实是回来一个 self。 什么是 self 呢？在 state 里面 self 就是 state， 所以我们这个实际上就是相当于 React 里面那个 constructor， 就是你要把那个 state 变出来。那其实很简单啊 ，state count 零，好，有时间好了，好，最后一个 update 啊，好，那它其实是接到一个 action 之后，你要去改那个 state， 然后他说，哎 ，should render 是什么东西呢？我们走过去看，哦，原来是 boolean， 就返回一个 true， 好，又完了。那么最后我们要干嘛呢？最后我们要写那个 render 函数，对不对？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变出来。那怎么变呢？是把 import renderable， 好，就自动 import 了。好，他说，哎，不行，你这个还没有实现好。那为什么呢？好，少了一个 view， 那怎么办呢？就把它 copy and paste 过来。少了一个 HTML， 少什么就 import 什么。这个时候啊，奇迹要发生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用 Rust macro。 macro 可以怎么样？就是我们现在还在 Rust 的体系里面，但是我们可以开始写HTML 了。 Hello， 然后最后一步是什么？写完这个之后我们要把这个 render 出来，那我们用的是 star app。好 ，start， 然后把这个 state 扔进去。好，看看行不行啊 ？Web， 再来，哎，你看它的这个，就是虽然我们在写 HTML，Rust 是知道你在干嘛的，所以它会提示，就可以走进去说里面有什么问题。那问题当然就是因为我们。类型的对，好，他说，哎，跑出来了，我们来看，啊 ，Hello World 出来了。那注意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这里面在 HTML 里面语法有错的时候 ，Rust 都能检查出来。好，那我们下面加一个 button 去 increment。是一样的，但是这个时候很神奇的是呢，你就可以直接去改这个东西。
但是你要返回的东西是一个 action， 那我们要去干什么呢？就是说 interact。 好， action 冒号冒号 interact。 好，这时候编辑说，哎，也还是可以的。然后但是哎，没有加，为什么没有加呢？因为我们要在 update 里面去加。 match 像什么？就像 switch action increment， 然后 self count。 哎，你看行了，是不是太小了，对不对？我们把它变大一点。怎么变大呢？当然是用我们最理想的这个 inline JavaScript 方式。要先中断。